乐文松新三现身被指引未农，马国明否认冇啲咁嘅事。现年46岁的圈中笋盘马国明马明与现年33岁的汤乐文靓汤日前被踢爆秘密拍拖，两人大方认爱，夹晒时间于 IG 公开恋情放闪，两人亦成为传媒追访的目标。继马明昨日冧爆受访之后，靓汤今日为他主演的无线新剧《一笑到凡间》拍外景时，也接受了传媒的访问。一身全黑松身衫裤打扮的靓汤，看来比前半了不少，竟然散发出阵阵人味。未知是幸福肥，还是有好消息呢？电话访问了马明，问他靓汤是否有了新人，他说：无啲咁嘅事，真系无。靓汤被马明有什么吸引他时，即大赞对方孝顺、善良、冷静、成熟及稳重，能给他安全感。他不愿透露两人确实开始拍拖的日期，笑言是倾偈倾出爱火花，也是缘分，了解对方之后觉得好啱倾，双方是确定了大家都是适合的对象，才会带返屋企见彼此的父母。提到他的父母均非常满意未来女婿马明，兼俾足100分。汤靓即指男友对他家人很好，值100分，但他就扣男友2分，给马明98分，给予对方进步空间。他妈咪好放心他跟马明拍拖，靓汤表示会到近期看看可有机会跟男友家人一起庆祝父亲节。至于是否视马明为结婚对象，他就直言每次拍拖都是认真的，但太长远的事未开始想，因为才刚刚开始，好多谢大家的祝福。他又为两人拍拖均是以结婚为目标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也有倾过两人的将来，坦言自己都想跟马明一生一世。另外，问到马明的旧爱黄心颖知否两人在一起，靓汤即表示不答这个问题。